我不是女人，啊，我就要住这种小破房间。你这不是来得太突然吗？提前来不及准备，要不你就睡我次卧吧，我睡这间，反正我们都得共用洗漱间。欢迎新室友，嗯。住倒是住进来了，哎，但是你看啊，你看，你看见没有这房间啊，这么小。你说我不是住进来找刺激吗？还有，我跟你说，那个莫媛媛搞得特别矜持，生怕回忆网占她一点便宜，现在显得我特别像是送上门的外卖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会让周全显得特别上赶着。两个人在一起最容易产生感情了，你看你是怎么搞定我的？什么？我搞定你啊？ 不都是你主动吗？你们俩快打住吧，说是给我出点子，现在搞得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这什么恋爱智商啊？这是听我的。现在那个莫云云住进了会议网家，我觉得首先你得跟他在同一起跑线，你得先住进去，然后再想办法把他给整走，这个叫做血债纠巢。什么缺不缺？你中文是不是没学好啊？破皮。哼，我现在发现了，我最大的失误呢，就是找两个猪队友。啊，就你们这点情商智商，还给我出点子呢？我承认是我判断失误，是我的错，好吗？你们去甜蜜吧，谢谢。周全，我打算带云云出去吃饭，去吗？不去。对，别去，眼不见为净。去啊，干嘛不去？输人不输阵。输什么输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俩别吵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的营销策划方案。宁寻寻做得不错。那咱们今天就正式决定，玉美玲彩妆线发布开始半年倒计时，就用令寻寻的方案，主打妈妈的味道。谢谢你支持我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谢我骗了你，谢我不会做饭，谢我死拧的性格吗？谢谢你让我对过去的事情释怀，从你身上看到很多女人的闪光点。女人本柔弱，为母则强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能感受到妈妈的味道了。我现在能理解一点我妈为什么要卖掉玉美玲。难道是因为里面承载了很多不好的过去吗？不，恰恰相反。在商场上厮杀这么多年，我妈现在什么都有了。他在刻意地跟过去告别，想要忘记那个曾经柔软的自己。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玉美玲说再见。我觉得你妈妈挺不容易的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还能撑起整个公司，整个人生。虽然我挺害怕她的，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她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她。我对她很好啊，但是每一对母子都有不同的方式嘛。温柔体谅是一种，互相激发战斗力又是一种。我们属于后者，我能让他80岁还充满活力。妈妈的味道。
这次还阻止他们吗？令行星的主意。是的，是他的提案。聪明的姑娘，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境，还貌似帮我们母子和解。那预算拨款给他们吧。好，谢啦。来，帮我寄到加利福尼亚去，地址你知道的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啊。嚯，你这往国外寄口罩，创意够赞。这是普通的口罩吗？这是我亲手绘制的爱心口罩，仅此一件，限量款。你对她可真好，这个女孩好幸福呀。是个小姑娘，跟你想的可不一样。几个意思啊？家里有人呢，不知道吗？行，我给你们腾地方啊。程丽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才11点就困成这样啊？你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？寻寻知道了就行。你说什么？挺好一孩子嘛，不是？怎么现在到处开车啊？